说今天会在五颗星广场等我们，我们快去找他吧。 你们来了，这样人就都到齐了。昨天晚上，我拜访了曾在我家工作的一位老仆人，从他那里知道了当年整个事情的始末。一心传在我曾祖父那一代，曾经奉命依照一份古老的锻造图谱，制作一把重要的御神刀。虽然参与锻刀的都是很有经验的匠人，可过程却一直很不顺利，做出的刀。 全都是残次品，眼看到了最后期限，刀却依旧无法断好，负责的刀匠们因此畏罪潜逃了。风云家与摄凤行展开了调查，曾祖父与神力家家主总算在海边追上了那些匠人，然而，他们却遭到了对方的激烈抵抗，最终没能阻止叛逃者们乘船离开。风云家由于门下刀匠叛逃而受到重罚，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不仅如此，我听说神力家家主也被叛逃者所伤，再加上年事已高，不久后就过世了。是的，因为家主过世的突然，神力家一时群龙无首，又有金人趁机作梗，在摄凤行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此事影响深远。直至家主之位传到我父亲手上，神力家也依旧没能恢复当初的名望。 不过，幸亏有兄长在，现在一切总算是好了起来。当年的断刀失败，最终被归因为记忆不清。风云家和摄凤行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但五个仙的故事却似乎在暗示，失败并非因为记忆，而是因为那份图谱被人篡改过。神灵小姐，我昨天听说，当年断刀失败后，那份图谱就一直保存在摄凤行。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帮这个忙？我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先回去寻找图谱，大家稍后到神里巫府与我会合即可。 各位，当年那份图谱我已经找到了。嗯，虽然图谱保存的不错，不过看样子至少有三四百年历史了。这么古老的图谱，还能够找出被篡改过的证据吗？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碰碰运气了。 虽然效果不太明显，
但能看出有一些字变得模糊了。婉夜，这份图谱的确被篡改过，当年有人陷害了冯元家。不知道现在发现这个秘密会不会已经太晚了。其实我爷爷年轻时多次对曾祖父提出要重振一星川，结果却被曾祖父大骂不自量力。昨天那位老仆人说，曾祖父甚至还到摄凤行请神里家主把这份图谱拿给爷爷看，让他带手下断成这把刀再说。毫无疑问，爷爷也失败了。于是曾祖父便说，你找不出其中的秘密，一心传在世上消失也是活该。听了这些话，爷爷一气之下便离开了道期，结果就连曾祖父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现在看来，他们父子二人的争执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婉夜，我听说你曾祖父风元义庆年轻时十分勤勉，可后来却不再过问锻造技艺，看来当年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婉夜，你曾祖父当年所说的话真的是你找不出其中的秘密？对，那位老仆人说那些话都是他亲耳听见，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爷爷还一气之下把曾祖父珍爱的盆栽摔坏了。看来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婉夜，如果你的曾祖父认为是一心传技艺不精，看到儿子失败应该会说你能力不够这样的话吧，但他说的却是你找不出其中的秘密，这不是很奇怪吗？哦，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曾祖父或许早就知道，失败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现有的证据显示，这种可能性很大。不知道各位能否跟我去一趟天岭奉行？我之前被通缉后，家里最后剩下的那间古屋被天岭奉行查抄了。那里面存放的都是我家的旧物，我想去询问一下那些东西的去向，如果能找到的话，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线索。那我们马上出发吧。你们怎么来了？难道是李岛那边发生什么事了？九条沙罗，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我记得，你是风原万叶。在演兽令期间，你曾经作为要犯被通缉，不过现在那份通缉令已经撤销了。沙罗，我们想问问你，万叶家当时被天岭风行查抄后，里面的东西现在还能找到吗？当时查抄所得的物品现在被收在凤行所旁边的仓库里，既然风源现在已经回到道期，那些东西也理应物归原主。不，你误会了，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讨要物品，只是因为一些私事想要调查一下那些东西。我明白了，我会告知凤行所，让他们领你们进入仓库。谢谢你，沙罗。风源，关于演兽令那时……九条沙罗，那些事情已经过去，就不必再提了。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信念与苦衷。不知道现在能否拜托你一件事？请讲。现在的我并没有继续回道期生活的打算，家里那些东西
对于我也没什么用处。九条，我相信你的正直。等我们调查过后，我想请你带我处理那些物品，就把它们变卖了，用所得的钱救济穷苦的百姓吧。好的，我会妥善处置，请你放心。几位是来调查丰源家物品的吧？九条大人已经吩咐过了，请随我来。丰源家的物品都被放在这间仓库中，只是为了节省空间，东西摆放的有些分散，实在不好意思。不过相应的物品上我都做好了标记，应该不会太难找，我就在门口等待各位，如果需要帮助请来找我。万叶，既然东西放得很分散，我们分头寻找线索如何？也好，那就拜托各位了。哦，是你们啊，我这里目前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吗？不过这扇屏风看起来好像挺有年头了。嗯，如果保养状态好一点的话，说不定还能卖出价钱，现在这样是肯定不行了。我刚才检查了一下，背面有一大块没清理干净的泥土卡在布料纤维里，泥土能和布料结合得这么紧，粘上去的时候力量很大，很有可能就是万叶的爷爷扔出去的花盆砸在了这上面。因为它并不是我们现在要找的东西，让我想想，如果是我想要留下信息的话，一定会留在一个更特殊的东西上。阿贝多陷入思考了，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有没有呢？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罐子，肯定会有一两个装酒的吧。喂，其他人都在帮忙，你竟然还在找酒喝。开个玩笑，我们已经快要找到真相了，为什么你们看起来却顾虑重重的？因为我不是很明白，万叶为什么今天就跟沙罗说要把这些东西处理掉。万一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找到，我是说万一，万叶今后不就再也没有机会寻找当年的真相了吗？我知道你们很担心万叶，但我觉得他比你们想象中要坚强。万叶既然这样做了，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无论我们今天能否找到答案，无论答案是什么，他都会坦然接受。与其说是直觉，不如说是因为活得比较久，所以总结出了一些识人的经验。这边就交给我，你们去其他地方搜查吧。行秋，你找到什么了？我找到了不少旧书，这一堆都是和钢铁冶炼有关的，这一堆是讲刀具锻造流程的，这一堆都是植物花艺类的。植物花艺类的书肯定是万叶曾祖父的吧？刚才我大致翻了一遍，没找到值得注意的东西，不过我会再仔细看看，如果有线索就马上告诉你们。
是你啊，我正在调查这具刀座。风原家既然是断刀名家，这把刀应该会很值钱吧，比如说是一星传的杰作什么的。不，刀座虽然是上好的木料，但摆在上面的却是一把很普通的刀。按照风原家最后的经济状况，值钱的收藏肯定已经拿去变卖了。这把刀没有开刃，但刀柄上倒有不少使用痕迹，说不定是风原小时候学习剑术的时候用的。让我看看。啊，刀鞘上好像刻有一些歪歪扭扭的字。啊，真的是万叶小时候用过的刀，好像都能想象出万叶小时候的样子了呢。我再在附近调查一下其他东西，如果有发现的话就喊你们。大家，这里有件东西，我想请你们来看一下。万叶好像发现什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这个花盆在我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听说是曾祖父留下的。里面的植物看起来已经枯死很长时间了。嗯，曾祖父不再钻研断刀技艺后，就有了养盆栽的爱好。不过他的珍藏大多都在重病时送给了别人，但当时他却唯独留下了这盆已死的植物，还留下遗言，不允许爷爷丢弃。爷爷因为懊悔他们父子未能和解，所以也一直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它。不过现在想想，曾祖父专门留下它，或许另有用意。听你这么一说，这个花盆果然有些可疑。嗯，我们来仔细调查一下吧。找到了，不过怎么只有几张白纸呢？该不会是有人已经发现了这里面的东西，把它们替换掉了吧？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你看，这些纸都已经发黄，肯定有些年头了。你是说，这些纸和沈李小姐之前拿到的那张一样，上面的文字是用特殊的墨水写成的？我和她的看法一致。那我们赶快试试吧。凤行所外面就有水池，我去那里把这些纸沾湿。万叶，怎么样？那些纸应该不是普通的白纸吧？和大家猜测的一样，撒上水后，纸上确实浮现出了笔迹，那是一封我曾祖父写的信。信上说了什么？嗯，我会把曾祖父知道的真相也告诉大家。不过在那之前，我想先带大家去一个地方，大家跟我来吧。风原，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片海边？嗯，这片海岸就是我曾祖父当年与沈李家主追踪逃亡刀匠的踪迹最后到达的地方。我们之前的推测没有错，曾祖父的确知道断刀失败的真相，而且也就在这里找到了陷害风原家与雷电武川的真凶。那封信上是这样写的：致毒信之人，吾风原义庆终其一生，
始终受困于某一秘密，而今无已时日无多，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将此事和盘托出。当年吾与摄奉行审理大人追捕叛逃刀将之时，并非为叛逃者所伤。事实上，是夜我等寻着线索来到岸边时，未见任何刀将踪影，却仅有一名轻骑者现身。轻骑者自居幕后主使，声称已等候我等多时，扬言绝灭雷电五船。此人身手远非常人能敌，仅须臾之间，我等随行武士便被尽数击倒。审理大人身受重伤，吾则因为被劈中了头顶斗笠，才侥幸逃过一死。轻骑者再有一击便可取吾性命，但见吾长相，却不再攻击，而是厉声逼问吾与丹羽有何瓜葛。吾只得作答，此为家父救幸。家父失踪后，吾便被丰原主家收养。轻骑者听后不再言语，沉默许久，哭道：“告知他，无名，国崩。”随即转身离去。当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对，曾祖父与神力家主死里逃生，也得知了锻造图谱曾被国崩篡改的真相。但由于两人的这段遭遇，神力家主担心曾祖父会被人诬陷与罪犯有瓜葛，直到弥留之际还在告诫他千万不要说出此事。因为犯人说要灭绝雷电五船，曾祖父也担心那人还会回来寻仇，为了保护家人就放弃了家业。他说，身为风原一族之长，吾身以一心传没落为耻，但身为人父，只求子孙平安顺遂。是啊，如果爷爷当年能发现图谱的秘密，或许曾祖父就会将真相和盘托出吧。只可惜他却没能听出曾祖父话中的提示。沈丽小姐，我曾祖父叙述的这些经历，看样子你也并不知情，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我觉得当年沈丽家主没有对我们这些后人说起这件事，或许也是基于同样的想法。敌人既然能够篡改将军大人的图纸，还能以一敌多，身份必定极不寻常。我最近会去和兄长商议一下，调查这个叫国崩之人的身份，我们会慎重行动，各位可以放心。其实在刚读到这封信时，我的内心也起了不小的波澜，现在才终于平静下来。我的曾祖父在信上说，不希望后人盲目寻仇，被陈年旧事蒙蔽了双眼。虽然他在写这些话时可能有些不得已，但我觉得这些话却是有道理的。我认为每个人最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虽然背负着昨日的重担，但也有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所以能了解过去的真相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会像曾祖父希望的那样好好活着。当然了，如果当年的敌人依然存在，还想搞什么阴谋诡计的话，我也绝不会听之任之。这只不过是我经历了此前种种之后的感悟罢了。大家，谢谢你们陪我找到真相。既然在这里的事情已经办完，那我们就回离岛去吧。
天就是融彩机的最后阶段了，不仅有行秋的签售会，而且阿贝多画的黑竹也会在今天亮相。我们在会场转转吧，说不定还能遇到大家呢。旅行者派蒙，你们好啊。阿贝多，说起来最后一幅黑竹的画像怎么被盖住了呀？我还想看看你画的黑竹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别着急，再过一会儿举行画像的揭幕式，到时候你们就能知道了。这幅画可是我的得意之作，为了完成它，我还专程拜访了一个人，对方给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建议。有吗？总之距离揭幕还有段时间，你们先在会场上逛逛吧。旅行者派蒙，你们来了。多亏了你们，签售会进行得非常顺利，读者们也都很满意。行秋，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东张西望呀？啊，并不是错觉，说来惭愧，其实我一直在提防着有离月游客靠近。我毕竟是以考察商品的名头来了道奇，若是被认得我的人看见我坐在这里，我爹那边可就瞒不住了。幸好今天来排队买书的读者众多，一般游客不会靠近这边。哦，对了，其实阿旭也不知道我此行的真正目的，你们若是见了他，可要记得替我保密。那我先谢过你们了，抱歉，现在不能陪你们聊太久，后面还有读者在等，待会儿就在黑主画像的揭幕仪式上再见吧。上逛累了的话，就来我这儿尝尝道奇特色的小吃吧。小家伙们，你们好呀。你们两个怎么会凑在一起？而且刚才明明聊得热火朝天，看到我们靠近就突然不说话了。哎呀，那只是你们的错觉了。我们只是在说下酒菜的话题，你们也不感兴趣吗？说到下酒菜啊，油豆腐我觉得就不错呢。算了算了，就算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密谋什么，也不会让我们知道的。旅行者派蒙，你们好。哇，林人，今天总算又见到你这个大忙人了。啊，这些天事情太多，实在是脱不开身。不过所幸融彩祭一切顺利，三凤行在此次祭典上也合作顺畅，今天总算能稍作休息了。二位，我和兄长都很感谢你们的帮助。拖满还真是慢呢。对，难得兄长说今天不忙，要带我去买书，但他却把钱包忘在了家里，于是就只好让托马回去取了。没想到林人也会有粗心大意的时候。兄长平日里总是殚精竭虑，难得能离开公务放松下来，所以这种偶尔的粗心大意对于我和托马来说反而很可贵呢。
没有去会场，怎么在这里呀？我来这里吹吹海风，会场上那种热闹的气氛果然还是不太适合我。果然你们还是在担心我，谢谢你们。放心吧，我之前在大家面前说的那些话并不是托词。你们看眼前这座熟悉的港口，他曾经终日不见船舶靠岸，只有勘定奉行的艺人戒备着不速之客，但现在这里却热闹了许多，不仅有从其他国家来到期的外国人，海奇岛和这里的往来也频繁了起来。是呀，现在的到期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呢。我想或许我们每个人也都像这个国度一样，即使需要花费的时间不同，但身上的那副重担总有能够放下的一天。而你真正放下之时，就能随风而行。到画像揭幕式的时间了，我们这就去五个县广场那里吧。诸位，欢迎大家参加光华荣彩祭。今天我们的祭典顺利迎来了最后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就将为大家揭晓由蒙德画家白垩老师绘制的五歌仙画像最后一幅黑竹。好紧张啊，不知道阿贝多画了什么。让我们一起倒计时，3、2、1。这是怎么回事？这幅画上面怎么只有背景？白垩老师肯定不会是忘了画角色呀。关于这幅画像的创作理念，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白垩老师吧。大家好，很高兴这次能够受到邀请绘制五歌仙的画像。五歌仙是稻妻古代的传说人物，他们曾经以诗歌闻名，同样也被写进诗篇，成为了许多故事的主角。我从现存的资料中得知，在这些故事中，黑主的身份是最为丰富多样的，而且没有个人篇章的他似乎却是五歌仙故事的幕后主角。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每个创作者对黑主的理解都各不相同，所以我也想把这份想象留给大家。毕竟荣彩祭就是一个让大家通过创作抒发心中所想的地方。真不愧是阿贝多，他这样一解释立刻就让游客们信服了。嘿嘿，这样一来我们在这次荣彩祭上的冒险也算是圆满结束了吧。咦，忘了什么？对啊，那个留下五歌仙故事的人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呢。真的吗？快说给我听听。你说的有道理，否则就没办法每次都能把信交给合适的人。是啊，虽然对方一直在用故事提示我们行秋的事，可根本目的却是为了引导我们解开万叶家的秘密。我明白了，留下故事的应该就是那个家伙了。走，我们现在就去揭开真相。离人，留下五歌仙故事的人果然就是你了，真是太过分了，明明你跟大家都认识，却故意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其实我今天来这里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跟你们解释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哼，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首先这件事的起因十分偶然，
是八重大人在某天晚上偶然看见邢秋和编辑江书运走，觉得有趣，就提出要捉弄一下他们。什么？原来是神子？不过这确实像是神子干得出来的事情。正是。不过后来以五哥仙故事的形式传递信息，诱导你们发现丰原家的秘密，就是我的顺水推舟了。而我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确实也有不得已之处。此前因为某件事，我留意到了丰原义庆留下的盆栽和里面所藏匿的无字纸张。我知道这些纸肯定不简单，但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解开上面的秘密，就是那种遇水才能显现的墨水。丰原义庆在信中提及之事，无论对于沈礼家还是丰原家的后人都十分重要，尤其是丰原万叶。丰原一族曾是沈礼家的下属，当年我的先祖未能保护好他们，到我这里仍有义务照拂他。虽说他有权知道真相，但接触秘密同样意味着接近危险。我必须确认万叶是否有了解真相的意愿与能力。我当然可以将发现的事实直接告诉他，但或许他并无这种意愿，那这个真相对于他只会成为负担。同时他如果缺少相应的能力，就无法找到真相。如果是那样的话，还是让他远离危险比较好。丰原义庆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一样使用了迂回的办法留下了信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苦于没有合适的契机传达此事，直到陈秋实践录被偷偷运走的那天晚上。原来如此。对哦，不仅是万叶，你把我们都拉进了你的计划里。看来果然瞒不过你的眼睛，我判断知道这件事对你们也有不小的价值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万叶与林华在找到真相的时候身边能有一群可靠的朋友，这些人愿意守护他们做出冷静的决定，同样也会在他们遇到困难时不遗余力地伸出援手。因为你们很有可能将来会面对相同的敌人。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不是吗？而且这个答案就埋藏在那幅黑主的画像中，等到画像附近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至于让那个真相显露的办法，你们之前也已经用过很多次了。已经没有人了。林人说的那个用过很多次的办法，一定就是只把水洒在这幅画上吧。画面上的人是伞兵，果然他就是当年的幕后黑手。等到画像附近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至于让那个真相显露的办法，你们之前也已经用过很多次了。最后我们还有一件事需要谈谈。我之前提到某件事的发生让我留意到盆栽的存在，现在要讲的就是那件事。那是将军刚刚宣布废除锁国令之后，我听说天岭奉行那里发生了一起案件，保管政务与查抄得来赃物的仓库有窃贼进入的痕迹，不过却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失。我觉得这起案件并不寻常，于是告诉天岭奉行的九条沙罗，暂时当作无事发生，不要加强戒备或将仓库换地方。而我则派钟墨帆的人在旁边盯梢，
果然发现有个人潜入到仓库中，翻找丰源家的东西。难道说他也是在找？我放任他翻找了一段时间，最后他一无所获，只得乘船离开了道奇。你为什么不派人抓住他呀？保护一个秘密的最好办法，就是当作这个秘密并不存在，不是吗？而且这个人的身份也并不难猜测。在他离开道奇后，我就认真逐渐检查了丰源家的物品，终于在那个花盆的夹层里看到了那几张纸。我确信这些纸就是潜入者想要寻找的秘密，虽然他或许也并不能确定这个秘密真的存在。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了，丰源义庆所写的那段经历中，究竟哪一部分才是真正需要被保守的秘密呢？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答案，就把它留给未来的你好了。至于现在，就好好享受荣彩季吧。
这刀，不用。
劳逸结合是不？不，但也别放松过头。岗时刻表上的信息，还有龙采姬都到最后阶段了，这个时候了，怎么还会有嘉宾呢？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到港口去看看吧。旅行者，嗨萌。好久不见了。哇，是星海和五郎，没想到海祈岛的仙人神巫女和大将也来参加荣采祭啦。对，不过我们并不是以海祈岛管理者的身份，而是以个人身份受到了邀请。最近难得海祈岛事物不多，我又想买些书，于是就决定来一趟。五郎其实对荣采祭兴趣不大，但听说我要来离岛，就也跟着一起来了。毕竟珊瑚宫大人要离开海祈岛，而且今天还要去见笔友，我身为大将，当然要确保大人的安全。笔友？对，我们是最近才认识，然后开始联络的。我和笔友对轻小说的口味很接近，经常能聊到不少有趣的想法。当然了，我们也有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时候。因为我们这次都会来荣采祭，所以决定趁机开一场小说鉴赏会，聊聊彼此对小说的看法。听起来好专业的样子。对了，你们两个既然都喜欢小说，要不要试着一起创作？说不定还能改变当今到期的文坛局势呢。这倒是个很有趣的想法。快到见面的时间了，我和五郎要准备去约定地点和对方会合了。星海，其实我有点好奇你的笔友，我能不能也跟过去看看？你放心，我就远远看一下，不会打扰你们聚会的。让我想想，你们二位应该没有问题，那就一起去吧。定的地点就在这里了。周围没有其他人，看样子是我们来的比较早。哎呀呀，让我看看是谁来了。神子，糟糕了，没想到竟然碰到了神子。神子和星海不仅分属两个阵营，信仰的神明也不同，他们两个之间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吧？不愧是明神大社的公司大人，果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不愧是海祈岛的领袖，虽说看起来就像水母一样柔弱，但就连说出的话都是有毒的呢。这可怎么办才好？你好，初次见面，玲珑油豆腐小姐。请多关照了，深海蛇平鱼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星海的笔友竟然是神子吗？不对不对，看他们两个的样子，根本就是早知道彼此的身份。这么说的话，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
我明明只是来和深海蛇平鱼小姐开小说鉴赏会的呀。我们走吧，鉴赏会的地点就在上面的勘定奉行府里，那儿风景很好，特别适合喝喝茶聊聊创作。什么样的小说鉴赏会能开到勘定奉行府里去啊？会相信才怪呢。我看你们这次聊起来就不是改变道奇的文坛，而是要连整个道奇的局势都改变了。海奇岛不久后会与幕府针对道奇未来的发展进行正式会谈，在会谈前这样的非正式会晤也是必要的。对，尤其是我这种幕府之外的人出面，会更方便帮大家摸清彼此的底线。只不过这才是我们第一次会面，对一般民众来说，公布消息还是略早了一点。原来是这样。说起来，怎么没看见你们的大将？你不是说他也会一起来的吗？咦，对啊，五郎他怎么突然不见了？五郎他帮我去采购书籍了，所以这次鉴赏会就不来了。哎呀，真可惜，我还以为又能看到他那双毛茸茸的耳朵了呢。旅行者，借一步说话。我之前就隐约感觉到五郎不善应对八重公司，所以这次一开始我才不想让他跟我来离岛。刚才他一看见八重公司就躲了起来，恐怕是本能反应，但五郎责任心又很强，今后见到我肯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所以我想把采购书籍的任务交给他，也能让他心里好受些。但五郎之前很少买东西，所以我想拜托你们跟他一起去。新海，你就放心和神子开会，买书的事就交给我们和五郎吧。那就拜托你们了。这张纸上我列出了要买书籍的清单，你把它交给五郎吧。五郎，你还好吧？啊，是你们俩。唉，没想到那个女人竟然会突然出现，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等我回过神来，就已经躲在这附近了。我明明是为了保护珊瑚宫大人的安全才跟来的，结果却什么都做不到，反而成了她的负担。五郎，你不要太自责了，其实新海抬头我们来告诉你，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这是珊瑚宫大人的采购列表。我明白了，大人是希望我能将功补过。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五郎，我们也陪你一起去吧，我们刚好可以作为向导陪你在荣采机上转转。太感谢了。书单上有一本叫做《影像山之夜》的童话书，应该就是在这个摊位售卖的。童话书？对，这是珊瑚宫大人买给海奇岛的孩子们的。珊瑚宫大人说这本书用词浅显易懂，很适合用来学习认字。你好，请给我5本《影像山之夜》。多谢惠顾。哎呀，这位客人您真幸运，刚好买到了放有赠品券的书，可以额外获得一份奖品。哇，还有奖品可以拿，好棒呀五郎。这是赠送您的狐狸玩偶，请您收好。什么？狐狸玩偶？哎，这位客人您怎么了？好像尾巴上的毛都竖起来了。
不，我没事，谢谢您的赠品。这个壶，玩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请你收下吧。啊，就当做你们陪我来买书的谢礼好了。哎，看来五郎现在都没从见到神子的心理阴影里走出来呢。接下来的话，虽说不是这次行程的重点，但我们先去买轻小说吧。书单上说，《陈秋实践录》的新刊，是拜托一个叫小野寺的编辑事先买好的，还是不要让对方等我们太久。这个人我们认识，我们带你去找他。请问你就是小野寺先生吗？我是来拿深海蛇平鱼的那本《陈秋实践录》新刊的。你好，你好，书在我这里。听说深海蛇平鱼小姐是荣采记的贵客，但因为船只时间问题，所以没能赶上签售会。此外还有这几本书，如果有存货的话，也请每种都拿给我一本吧。好的，让我看看。哎呀，这位客人，您真是幸运。您刚好是购买哈马瓦兰战记的第100位读者，所以可以获得由八重大人亲笔题写书评的特别版。怎么会这样？这位客人，您怎么了？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啊。我没事。谢谢你，这本书我就收下了。这本书毕竟是深海蛇平鱼小姐拜托我买的，而且得到了带书评的特别版，他应该会开心吧。五郎看起来好勉强啊，真不知道该说他是幸运还是不幸。对了，客人您刚才购书的金额已经可以参加八重堂的幸运抽奖了，请跟我到抽奖台那边去吧。客人，请您在这里进行抽奖。您只要转动这个把手就好，稍等片刻就会有奖球掉出来，说不定您就是今天的幸运儿哦。五郎，试试运气吧。让我看看，金色的奖球，好厉害！这位客人竟然抽中了特等奖。五郎，我发现你今天果然特别走运。说起来，特等奖能得到什么？特等奖将会获得八重堂出版的全部轻小说一套。不仅奖品会由八重神子大人亲自颁发，并且还能获得与八重大人握手留影的机会。什么？不仅要见到那个女人，还要握手留影？什么？这个小哥抽中八重堂的大奖了，这也太幸运了吧！全部轻小说一套，哎，这可是值好多钱呢。那个，编辑小姐，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其实我不想要轻小说。哎，客人的意思是要放弃奖品吗？五郎，不要放弃奖品啊！如果你不想见神子的话，我们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不，你们误会了，我并不是要放弃奖品，而且颁奖和留影什么的我也都可以接受。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请八重堂把奖品换成等额的农业科学书籍。农业科学书籍？对，我们海崎岛的土地贫瘠，粮食收成不好，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新途径，帮助居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深海蛇平鱼小姐这次来荣采记的重要采购任务，就是挑选一些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类的书。如果能换到这类书作为奖品，那我们就能省下不少钱，深海蛇平鱼小姐就能再去挑选一些其他有用的东西。原来如此。
客人的想法我已经清楚了，不过这件事我无法做决定，必须由八重大人定夺才行。我现在去联系八重大人，请客人到五歌仙广场那里等候回复，根据情况也有可能会由八重大人亲自与您商量此事。好的，我明白了。你刚才好勇敢啊，明明不擅长对付神子，却不仅答应了参加颁奖，还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真的吗？当时我只是一想到珊瑚宫大人的嘱托，还有海奇岛的居民，就一下子有了勇气。我可是海奇岛的大将，怎么能输在这种地方？现在我已经找到领兵作战时候的感觉了，接下来就算是八重神子亲自来谈判，我也不会被他的压迫力影响了。吴郎，你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紧张。大概是因为想到那个女人说不定会提出什么捉弄我的要求吧。几位，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情况怎么样？八重公司他说了什么？八重大人说可以答应客人您的要求，把奖品的轻小说都换成农业科学类书籍。太好了。而且八重大人说考虑到客人您使用书籍的目的，还可以额外多赠送您一些。您现在就可以跟我去八重堂的仓库选书，客人乘坐的船是明天晚上，选好的书籍会由我们打包直接送上船。直接打包？那颁奖仪式该怎么办呢？八重大人说选书会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为了让您能在荣彩记上有一段美好的回忆，颁奖仪式就取消了。不过他给您留下了一封信，您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再读。没想到八重神子竟然会取消颁奖仪式。我之前一直认定了会被他狠狠作弄，现在看来是我太狭隘了。那先跟这位编辑小姐去选书了，就不麻烦你们了。好，那就明天晚上再见。正在进行中，欢迎参待会儿就要乘船离开了，我们去码头跟他们告个别吧。旅行者、海萌，谢谢你们过来送我们，很有价值。小说鉴赏会很成功，也让我对未来的正式会谈充满了希望。而且五郎也立了大功，一下子就为海奇岛争取到了这么多有用的书籍。虽说是我抽到了大奖，但这些书归根结底是八重神子送的，我觉得将来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好好谢谢他才行。哎，对了，昨天八重神子好像给了你一封信，他说了什么吗？啊，我差点忘了这件事，让我拿出来看看。五郎，我猜你刚刚听说有颁奖和合影的时候，
心里一定非常不安吧？没想到你不仅接受了那些条件，并且还对我提出了要求。你的这份勇气赢得了我的尊重。那些书籍是我送给海奇岛的一点心意，也是给你的礼物，希望你能喜欢。对了，读到这里的你一定非常感谢我的善解人意，想要找个机会报答我，对吧？你的机会来喽。下个月八重堂会举办一场活动，我们会找人装扮成轻小说中的角色，与书迷们亲切互动。五郎，你不仅有耐心，长得也很清秀，不如就过来帮忙吧，我会专门为你量身打造一套造型。顺便说一句，是女装哦。啊！那个可恶的女人！Thank you.